为了祈求花莲和敬平安，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从10月15日到20日一连六天举行法会，并且在寿丰乡的丰平道场扩大举行。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秘书长游敬煌、首席顾问吴吉成以虔诚的心祈求四方诸神可以保佑花莲和敬平安。道历4720年天运岁次癸卯岁，农历9月1日到9月6日，也就是国历10月15日到10月20日，共计六天。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下午1点30分在寿丰乡丰平村丰平路3段6巷5-3号到场办理祈福吉祥消灾化解大盛会公益活动，并且恭请上山赐福、赐罪、消灾、除恶、补好运。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秘书长游敬煌、首席顾问吴吉成和信众们，在大家虔诚的心祈求四方诸佛能够护佑花莲。首席顾问吴吉成表示，在东方木工的支持之下，为期六天的法会活动，就是希望为台湾、为花莲护佑平安。好，我们这次中华蓬莱道教会哈，利用这个今年这个农历9月哈，那举办这个祈福哈，这个法会哈，那希望我们因为虽然疫情过后哈，但是社会那个整个地球各个地方哈，这个刀兵啊、火灾啊哈，那地震频传哈，那我们也希望哈，这个未来我们花莲哈，那虽然距离这个上次的地震哈已经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希望这次的透过这次祈福法会啊，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哈更安全、更和谐哈，那希望上天来赐福哈，让我们花莲可以远离哈刀兵啊、火灾啊，哦啊，然后这个地震的这个哦这个风灾、雨灾这个哦干扰哈，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哈，生活的这个更祥和啊。希望透过这次祈福哈，让大家都可以更平安啊、更安全。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奉东方木工大天尊御势举办祈福吉祥消灾化解大盛会，道盘龙凤起源流。十四天尊天书班运举无上班心令，命旨玄玄真妙文，更高境界修圆图，星星四季威令名，周一宣赐丹书卷，九六复命龙咒主，龙凤圣主圣真存，恩寿瑞土吉祥道，紫界大道之真谛。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理事长郑天宝、秘书长游敬煌、副理事长卓美娟、徐胜才、徐展娇。天宝信及全体理监事、首席顾问吴吉成及全体顾问团、全国三星大德慈心人士，祈愿花莲和敬平安。记得中医手风向我导。